不好意思，夏天快到了，我呈现一个夏天的体态给你，可以听吗？对，没有，就是因为我水肿，那个高跟鞋穿不上去啊，你可以原谅我啊，这拖鞋很亮丽吧，290而已啦，真的。好，很开心今天，我第一次在那个荷兰留言演唱。最近就是张惠妹妹姐的演唱会，大家都嘟隆嘟隆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就是春天呐喊的那个屏东那个，这个叫什么？垦丁啊。鬼不知道垦丁好不好？好，你们不去是对的，因为我们不吸毒。这样子好像去那边的艺人都吸毒。虽然我的弟弟们马斯卡他们有去，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吸毒，可以吗？我相信他们，因为他们只是去那边表演而已。很开心，你们很幸运，因为刚刚爸爸桑他们的这个乐团啊，爸爸桑他特地来台湾表演。爸爸桑是住在日本，然后有表演就从日本飞过来，这样很贵呢，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？知道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我不好意思，我的表演如果不好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包涵。我不会唱英文，我不会唱台语，但是我会用尽我的方法来去尽量让这首歌可以呈现出来这样子。那如果唱不标准的地方，那你们也请多包涵好吗？可以吗？今天西门町有一群家人有来哦，举手一下，在哪里？在哪边？怎么那么暗？不要那么暗了，给他spotlight快点，有没有灯？灯光可以在，怎么那么暗呢？然后其中里面有一个，江口万，请举手，你在哪里？他今天呢，他特别带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女生来说，爱谈恋爱耶，吝啬呢。好了，那我们祝福他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，我的耳朵很痒。好了，可以吗？这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特别买票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表演，可以吗？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今天来，谢谢。